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, 我 Stan NCT 成员 Taeyong 因为在 IG 上传的现实动态而收到了日本部分网友们的酸言攻击，但却收到了韩国网友们的称赞。 1月25号 为了世界巡回演唱会来到哥伦比亚的 NCT Taeyong 在参观哥伦比亚黄金博物馆的时候拍了一个地图照片上传到 IG 现实动态了。而在这个地图中韩国的领土都是显示着红色，当然独岛也是红色。很多网友们应该知道日本称独岛是主岛，持续表示独岛是自己的领土，所以这个现实动态就引起了部分日本网友们的不满。 Taeyong 现实动态这件事就道歉吧，因为是很难道歉的事情，所以不应该去碰它。当然你有可能根本不知道那就是主岛，不管你是反日还是什么都没关系， 但是希望你能安静点，你戴的慰安妇首饰不注意看的话也看不出来，但是在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到的现实动态，堂堂正正的上传主导的部分，要冷静的想一想，就算没有意图也希望能考虑一下。想在日本发展却在有1000万追踪的 IG 上传主导的照片，慰安妇的手镯也是，对内都有日本人还能这样，真的是太厉害了，傻眼。这种家伙当队长真的是没有道理。铁勇针对日本的这种现实动态从以前开始就这样一直都没有改变，总之大部分都是这类型的酸言，但是这件事情却在韩网受到了大大的称赞。 那是慰安妇手镯吗？真的变得超级有好感了，这个真的太帅了。因为看颜色不敢说什么，做傻事的艺人那么多，真的太棒了，会应援你的。身为韩国人是当然的，但是对于在海外，尤其日本市场很重要的 idol 来说是避免不了的问题，真的是太帅了，会记住这位朋友的。希望能更成功，会应援，超有好感。但是也看到了这样的留言，身为韩国人这是当然的，但是有那么多日本粉丝，没必要一定要上传这个吧。 所以大家觉得泰勇上传独岛是属于韩国的地图，以及带着支援慰安妇的手镯怎么样呢？ 下个消息是，昨天发表新曲 Sugar Rush Ride 的 Tomorrow by Together， 在新曲发表不到一天，就登上了美轮排行的5位，包括收录曲的所有歌曲都进入了排行内，而且专辑销售量也突破了186万8919张，创下了继捧腾松江南之后，首次在专辑发表第一天就突破180万张销售量以上的 K-pop 组合，反应非常非常好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Tomorrow by Together 新曲 Sugar Rush Ride 韩网的真实反应，超好听，真的很洗脑，那个。 的部分真的很性感。 目前为止的 2x2 的歌都喜欢，就这次觉得不怎么样。首先听第一次觉得很不好听，多听几次不知道会怎么样。New Jeans的时候没想过，但是连 2x2 突然也这样，所以 hype 有点可疑。排行正命一切 KK， 那么有人气的男团没能进入排行的也那么多，终于知道黑粉们为什么这么发飙了。所以对于 Tomorrow by Together 的新曲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男演员的传奇动图。 안 돼!